我就决定哦，要甲投资食品加工园区的迄个600坪撤出。啊，今日我这个工读生哦，拄好闲闲哦，代替你来出这600坪，所以哦，你别烦恼。老董会家己嘛讲啊，就爱时间证明一切。即马就是给瑞安机会，用时间证明一切的时阵啊。欢迎你倒转来食品加工园区，我会给你的位置继续。你敢知影，甲蝴蝶台戏的凶手是金凯，细上口就是幕后主使者江道士。你不是金凯啦，你死好啦！你才大家给咱这卖场住过的密码哦，伫遮啦，你看有影无？妈，内底啥物拢无，敢若这随身碟尔呢？是毋是搁有大家创的啊？这真是自私自利，敢若想着家己，金马都伫遮是江道士。知道是。敢讲子谦已经知影啥？我拄仔看到迄个电脑，伊银幕有失真个呢。黄客哦，敢是你？嘿，通话视窗嘞，恁拄仔用这台电脑敲电话呀？哇！我总算是有个上线了，应该是有人把我的晶片甲电子产品连线。我嘛就住伫这间病房内面啊。你看嘛，是我后壁这个人是啥？你袂敢想？到底要我怎麼做才能讓我跟媽媽離開？我把你這個月拿到你丈夫的健康消息。